扬声大师约书亚信息，关于完全不可能与源头分离。通灵，约翰斯·莫尔曼。我们都是一体的，但作为人类，你所体验的形式并非如此，原因是你做出了一个集体选择和决定来构建一个不真实的环境，在其中体验不真实的、不可能的与源头分离。这就是你正在经历的，你们每个人都是由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因为通过选择与非现实接触，你坚持体验分离的个性，而不是一体的统一。这种选择仍然是一种疯狂的幻想，根本不可能脱离源头，无处可离。这有点像很小的孩子把手放在脸前，以为你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上帝看到你，认识你，并且每时每刻都与你同在，因为你和他是一体的。你无法躲避他，尽管你可以假装你与他分离。你的觉醒是关于停止假装，他是你的手，从你面前移开，并再次因处于他完全充满爱的同在中而感到高兴。上帝就是爱，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爱，因为你们与他生活在永恒不变的一体中。作为一个觉醒到生命中的强烈喜悦，将消解你千百年来一直从事的虚幻的虚幻状态，因为你已经集体选择从你私人和秘密的迷你头脑中释放虚幻的幻觉，你迷失的和迷惑的自我意识。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让梦想和噩梦消失，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他们的能量充电。自我生活没有任何限制，一直都是，但你选择想象事实并非如此。你完全认同你的身体出现的物质形式严重限制了他们处理和感到安全的能力。在浩瀚的宇宙中，他们发现自己是因为他们与他相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渺小。正如你经常被告知的那样，在千百年来你体验生活的环境一直是不真实的。上帝就是爱，无限的爱，所以只要有一点理性的想法，任何人都必须清楚，他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他心爱的孩子们。你们以人类的形式经历着分离的经历，你们共同构建了这个环境，以展示你们的能力。就像青少年的反意志一样，与上帝分离和独立生活。他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只有上帝，无限广阔的爱的能量场，在这里使用任何能引起你共鸣的术语，在其中他创造的一切都与他永远存在，完全和谐和喜悦。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存在还能为他的后代提供什么？没有什么。你有一句话，爱在心之所在，他的心和你们的心合而为一，因此你们在你们的心所驻留的爱中永远最快乐地联合在一起。你的觉醒正在发生，现在，只有现在，永恒的中心，所有存在的一切都从这里无限地向外辐射，不断扩展和延伸爱，以拥抱创造的每一个方面。他的无限自我带着一体感、归属感与源头合一的感觉，知道并处于那种永恒状态的喜悦是完全无法形容的，它只能被体验。这就是你觉醒的全部意义所在。自从你构建了你的虚幻环境来体验与源头的独立，它潜在的和不变的目的就是帮助你从你发现自己的分离的噩梦中醒来。与它接触时，通过相信自己在其中，你会立即感到迷失和被抛弃，因为你对自己隐藏了意识，体验到永远被上帝爱的拥抱所包围，感觉不到上帝对你的爱是可怕的。因此，从那个可怕的时刻开始，你一直在寻找自己之外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你正在经历分离的不真实的结构中，爱是你的生活和生活的理由。但爱是合一的神，那就是你。他在你之内，通过停止在世界上寻找你认为你需要的东西，寻找能给你带来幸福的关系，并意识到你所寻求的东西就在你之内，它就是你的自我。那个自我是你的意识，你意识到你的意识，意识到你的身体、其他身体和你周围的世界、事物、物质对象，它们都不是你。通过让你的思想安静下来，你的思维过程以及只是存在，从你的意识中去除所有那些不断需要你注意力的东西。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即使是最短暂的时刻，你也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深深的平静和满足的状态，什么都不需要，并感受到不断将你拥抱在他爱的怀抱中的爱。这将是短暂的，因为你的人类形式无法承受那种强烈的爱。然而，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最美妙和令人振奋的时刻，当你进入你自己的圣坛冥想、沉思或向母亲、父亲、上帝现身时，你甚至可能偶尔会经历更多短暂的狂喜时刻。你的疑虑会被化解，你对上帝的信心会更加坚定，你会知道一切都是永远美好的。你慈爱的兄长，约书亚。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